老师早。你又迟到了。老师，我真的不了解，我已经把春诗练得滚瓜烂熟了，为什么还要一大清早来这里？算了算了。我相信你们应该已经碰过面了。我知道啊，静香啊。老师，他为什么在这里？别多问。嗨 ，Hello。你们两位都是老师最优秀的学生，但是这次的演出只能有一位。老师，你不是已经选我了吗？哪有这回事？我从来没说过。可是，小倩，做人呢要公正，要懂得谦虚。您只要好好专心的表现，不要想太多。静霞，尊师。很好，小倩，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开始。江南春色。太烂了吧！自大没本事，基本功都还没练好，就一直要炫。老师，我觉得你帮我表演就好了。你看他表演都那么烂。说的也是啊，太没本事了吧？这个。你拉的都走音了，很多的 accent 你都没放在对的音符上。你自己知不知道？老师，我看你还是给他吧。我不用你同情。静霞，好了吗？好了。来。谢谢老师，不客气。